那个时候就手上一本书都没有啊，可能需要一万本书才有办法开一间书店的状况下，我那时候手上没有书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全台湾去逛书店。台湾大概140到150间旧书店，然后大概逛了其中100间左右。其实来这边找书多半是丰富店里面的书，那其实大部分都还是靠自己收来的书为主，只是会想要挑一些我觉得不错的书，然后让店里面的收藏更好一些。其实有时候逛旧书店啊，像我们一般这样看，就大概都看这三排的书。可是有时候要找到好书，就是要最上面，或者说趴到地上最下面的书。好书有时候都是藏在这两排，你就会看到我趴在地上，就沿路趴着这样过去，这样找书。他们都会把一些比较老的书都放上面，跟老板娘借书梯。我用好书，真的没有爬上来就不会发现那么小本的书。吴念真啊，71年的吴念真，像这样的书，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新书了，因为再版的机会我想也不大。哇，很可爱的书，台大诗文学社。的书，然后蛮可爱的，他们的封面还是好像类似像藏书票，它上面有写序号，能贴上去。这种书我就想要请，虽然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卖掉。我现在几乎去逛书店，大部分都跟老板聊天比较多。如果说综合书跟人的话，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乐博。去他的书店花一个小时找书，可是要花半天聊天。其实我觉得蛮多旧书店都这样子的，对啊，一般新书店都跟客人都不会有这种交流。我们的客人常常会回来跟我们聊个天，然后再走。啊、我好久没有去台南找吴老板了。他有一次跟有一百个来我遐啉咖啡。记得米木书店老板娘问我一句话，就是生意不好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吃不到饭？我想一想说不会，至少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没有饭吃或者怎么样，还撑得下去了，想尽办法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下去。